一个人走过于是人的心儿，你是非的起落，最后又回到这。Hello，Hello， 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叫尤文，很高兴认识你，很高兴认识你，你好，你好。听说今天你们和面条有一些新的进展，是吧？你都说他加面条了。好，你可以先描述一下你们现在对他的一些了解。哇，那太多了，写的很多了。很愿意跟人相处，啊，很爱吃东西。吃什么？比如说，胡萝卜。胡萝卜。面条。OK， 面条。哎，他是可以吃面条是吧？尽量还是吃他们原生态的食物会好一些。哦，我们最开始其实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可以用食物，但是呢，如果你只靠食物，那其实我们跟动物的关系就只能停留在食物上面。首先第一步得让他接受你去遛他，对，带他就上绳子，就是他愿意跟随你来走。面条那次他自己也挺主动的，他说自己跑过来，然后也想进我们屋。这是第几天我们开始跟他比较亲密接触的？昨天见过他一次，但今天是第一次，就比较近距离。相对才第二次。那就非常好。因为其实动物他们更多是比较信任那种情绪和状态比较稳定的动物，不管你是人还是马还是牛，只要你是比较稳定的，他们都更愿意信任你，说明你们第一天给他印象是非常好的。但下一步你要去带领他，这又不一样了因为这是你在要求他了但是这一步如果一旦过了 OK，他会更理解你，会更愿意去跟随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去见见他吧。好，他现在在哪儿呢？就今天你们已经可以去摸他那些了，都没问题了。没问题啊。就那一只。其实这些人的这些触碰对他们来说都是挺恐惧的。对。因为他不懂嘛，因为羊和羊之间不会你摸摸你，所以他会觉得很奇怪。就这一只，对。面条。好，我们可以在这儿，我们这儿来吧，原地等会儿他。面条，面条，来。哇，你好，不错。你看我拿到芹菜了，已经很棒了。他吃芹菜，就好吃是吗？对。喵，喵，看他们就比较胆小一点。对，就不会过来。对对，好。其实动物和动物之间最重要的一个沟通方式就是情绪和你的态度如果你看到羊就想去追它，就想去怎么样，它能够感觉得到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你是个很开心的很友好的状态，它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所以你看它，它知道我没有害所以它就很愿意抢我东西它是不是胆子挺大的？它是还怀孕了呢对，刚我也说了嘛，其实怀孕对他来说是更有保护欲的，他能够这么信任人是非常非常难得的。OK， 你看，其实我们给他上绳子那些，我是比较缓慢的，缓慢的一点，我不是说马上给他套上去。你看，我还说你背了一个什么对，这绳子，这绳子。面条，你背上那个绳子没事啊，我们一起散步去。对，这是第一步，你看，就是我轻轻把绳子给他放上去，但我没有做任何事情，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拿着食物。我们可以往那个干一点的地方去走一下，你看，然后你看我们就是在带它的时候，这个绳子其实任何压力它都能感受到，就任何的人的情绪态度它都能感受到，所以你在带它的时候千万不要很不耐烦的很强硬的跟我走跟我走，它会很害怕，然后甚至有点反抗，所以我们在带它的时候，你的心理状态就想着，哎，乖，跟着我走，跟着我走，你要夸它漂亮，它喜欢你夸它好看，好吧，面条。面条过来，面条长得漂亮，面条真漂亮。面条，好，真棒，真棒，过来，过来。然后，如果他愿意跟着我走了，我们稍微走一小段路，然后给他一点。好吧，不吃。好。主要上绳子也是为了让你们了解之后，比如说除了绳子，你们可能带着他还会遇到一些其他比较他害怕的事情。你的情绪平稳一些，就像你用绳子牵着它一样，你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你也把这种自信的感觉传递给他，他其实也会，就是你们同时去帮他克服他觉得困难的事情。你再来。面条，走吧。
拜拜。好好，哎。哎，他还愿意看你，这很好玩。他真的跟你们很亲。很好，很好，稳住，稳住，哎。你要去哪里啊？你不想走了是吧？嗯，没事啊。挺好的。他好像没有被拴过绳子，他是放养的。对，所以这样的话，他们挑战也很大。这个叫项链，知道吗？啊，戴上漂亮。这个项链，你看，女孩子都要戴项链的，知道吧？走吧，明条。走。不走。不走，为什么不走？走了，还是不行。好，这个时候你的态度就稍微坚决一点了，因为我刚刚说了，这肯定是一个对抗的过程。嗯。从我们很亲密到你要跟我提要求了，好，然后最后，哎，我觉得这个要求也还好，也没有那么过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在跟我们沟通了，哎，非常棒。他看到面条了，他最爱的。好，然后我们再稍微节奏快一点点。哎，不错，哎，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你来。你来 ，OK， 对，拎着它，对你感觉你是拎那个行李箱这么挎着，对，哎，很好啊，但是真的是自愿跟着你的，也没有用绳子去拖拽啊这些，就愿意跟着你走。他要去那边，他说他要去面条这边，稳住，哎，可以可以，对，很棒，不错。好，稳住。对，轻轻的带他过来。好，他就开始赖皮了。面条，好。这就跟小朋友在那儿赖皮。哎呀，我要去玩游乐园，我要去吃糖，一样的。OK， 哎，非常棒，非常棒。来来，面条。好，稳住，稳住。这边。哎，很好。面条。面条，你看他手上有什么呀？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嗯。面条。哎哎，可以可以，来我们配合一下 ，teamwork。这个是不是有吃的？是不是你过来就有吃的了？哎，不错。这样我给你一个挑战，就是我把食物去掉，这个、对，你只靠你的情绪和状态去引导他。OK， 你多用你的态度去引导他。嗯，来面条，你要相信，就是你的任何的表情、你的喜怒哀乐，他都能马上感觉到。动物是非常敏锐的，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人叭叭，这用语言嘛。他们的语言就是你的情绪，你的态度，所以你想鼓励他，你就可以很开心的鼓励他。但如果他有点不愿意了，有点害怕了，你就稳住，没事儿，没事儿，嗯 ，OK， 就行了。他一直在叫啊？对，把他放了吧。对，这个时候差不多了，可以让他，你可以让他不叫了啊，让他放松一会儿。啊，对，就把这个。啊啦，面条真棒！这也算是一个奖励，就是刚刚你根据我们的，我给你定了一个小的要求，小的目标，你配合我了，以后我一起达成。嗯，好，可以，可以，嗯。这就是、好啦，跟教小孩一样。你去吧。对，刚开始我们可以多去鼓励，多去鼓励，用一些好的东西吸引他的注意力，产生信任。那到了后面，你再加深那个关系，就我得开始去对你提些小的要求。我们试尝试一下，跟我们自己走。看他会不会跟着我们走。面条，面条，哎，很好。你看，他如果他主动跟随的话，你可以用很好的一个心情。马上知道了。主动跟随不到两秒。没事，我们再尝试一下。要不在这儿先躲躲雨？他们要躲雨去了，他们不太喜欢下雨。嗯，小羊的声音啊，小，你宝宝呢？你宝宝呢？看那边。你宝宝呢？来来来，是在洞里啊？哦，地上，就下面，这，看到两个都在下面。没在这躲雨呢，还好，没有危险。他应该就是在找他吧？他在叫妈妈。好，我们离他远点，让宝宝不敢出来。可能感觉他是找不到嘛，他听到那声音，但是又不知道在哪儿。这，你看，来来来来来，找到了，去了。好可爱，有一只跟他妈妈长得一模一样，你看，太可爱了，对吧？你看他的情绪就跟一个开关一样，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关，
就不叫。对，其实我们人如果能够也是这样，就是哎一会儿又放松，一会儿又坚定一些，一会儿又开心一些，你就明白你的情绪是你的工具，他就更愿意跟我们亲近了。他现在这么大的小，他吃草吗？吃奶。他现在还不吃草吧？暂时应该不吃。他还去跟马玩，妈妈说别过去，回来。你妈妈让他回来，你看看。等他们。踢着他的脚呢，他脚没事吧？No！ 先把它弄开。刚有踩到了没有？有没有工具给我一下？棍子有没有？这个也行。先把我赶走。哎！咱们从正面去赶他走。Apple。哎。OK。赶走。好。OK。他好像脚有点痛。对，应该是被踩到了。哦，没关系，现在好了。对。有一点点，刚才有点痛。你看，其实遇到这种大动物的时候，人需要有些东西，来展现你的力量。你如果手无寸铁，其实你的状态是很差的。对，我要守在这儿。他刚刚那个有点在欺负他了。对呀、啊，他太大了，对他来说，给他们放回去吧。我觉得离马太近有点危险。对，可以。给他放回去，你带着宝宝去那里面去。对，我们往那边走吧，往那边走。来，芹菜。他不跟我走，芹菜，我有点担心他们两个小的。哦，过来了。在花雨中遇见自己，一花一叶一气，一米一枝一雨，一人一剪，用自然而然的花语来创作和表达花中的自己。 Let's go。Hello， 你好。你好，我是刁老师。刁老师，对，你好 ，Andrew。你好，永恩。你好。我们在外面，你们感受一下。好、啊。是不是很热？你觉得那个整个大自然，在这个牧场，你们俩喜欢哪儿？我喜欢雪山。我们俩一直想去爬雪山。是吗？我看到的是，就你喜欢哪个这个顶前面有一片。好像一片草地在那里，有点斜的，然后我们斜的那一片，这一片，我就一直看着那一片草地，想到那边去。对，你喜欢高山草地，你想去那儿露营是吗？我要睡在那里，睡在那儿。你呢？你喜欢哪儿？我喜欢看那个就顶上那点雪山的那块部分，最尖，最后面的，好像在那云后面，在云挡住了，感觉就有雪的那个尖儿。对，因为你每次这个位置好像都是被挡住的。所以你对他充满好奇，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云山雾罩。我本来想，如果是那个夕阳的时候，这儿就很舒服，坐在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花房你看过了没有？看了。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植物？我喜欢百合。哪有？就是没有吗？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我喜欢白色。白色。你喜欢什么？那边。长那些菇，菇，那有菇吗？就在那个青苔那边，是 ，What is it？ 有菇吗？这在哪？哦，你看到了这个，
发霉了。你不选绣球吗？绣。他第一次送我花就送了我一只绣球。哦，就一只绣球。有包装吗？有啊。哦，就包一只绣球。包了一只绣球，就非常特别。很认真。因为一般来说大家都会送什么玫瑰啊绿色，但他是送了一只绣球，所以我当时记忆很清晰。我第一次收到绣球的花。你为什么要送绣球？我觉得挺好看的，我觉得玫瑰这些都太普通了，对，太常见了。嗯，因为你觉得它很特别是吗？对。所以就像你喜欢雪山之巅，就是哎，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从来没有人送过我蓝色绣球，然后所以他也喜欢那一片草甸，就这么大个牧场，你们喜欢的是牧场之外。然后遥而不及，去也去不到。也没有说，也是很喜欢这个牧场，但如果要选一个地方，我还是选的。那就这是内在的渴望。嗯，那你为什么喜欢他？他，我觉得他也是在这个所有里面的最不同的，最特别，也是最自然，因为他也是，应该也是不是种这些东西的人，刻意去种它。他最天然。对，就我本来就这样。你有没有发现跟他这件衣服好像？我的吗？你看，是不是这样？深，浅棕卡其，然后明白。Yeah. 有没有？所以你在他心目中，就是一个是发霉，就是一个是发霉。是很特别的，嗯。其实我也很喜欢这种绿植，就很利落的。这里头的花的色彩相对是偏素雅的，都是紫白绿，啊，一点点的黄，但是对你们来说都多了，而且包括你们俩穿着也是，就是特别的素。如果有我的行李，我会穿的可奢侈的。现在，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插之前呢，我就希望你们在这个里面。去感受一下你们喜欢的野的，我们可以用纸笔来记录它，因为平时我们习惯于拍照，但是纸笔那一刻就很像两个人恋爱，就是那一刻的摩挲，我们慢慢在一起的感觉，而不是咔嚓，好，我得到了，是一点一点，要跟他花时间，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各自选一个，去给他画下来是吗？以你的方式，这个多肉吧。对，这个偏多肉了，但这个和这个触感完全不一样，这个像个男孩子，这个像个女孩，啊，好软呀，这个。对，我觉得我就用它吧。好啊，那你就回去那个，拿你觉得合适的。哎呀，对不起，我要给你剪下来。要先跟他交流一下。我给你剪下来喽，抱歉。看一下，哇！你这个太特别了吧？你在吐槽我的选择吗？没有，我很欣赏特别的人，是吗？不是说你来吐槽我，我无所谓。我说你不要吐槽他就好了。为什么他可以吐槽你，但是不能吐槽你的蘑菇？我没问题。你没问题。我就担心他。你很扛是吗？扛压。习惯了。我怎么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会儿就要塌了，是不是？又蔫儿了，已经都。是吧？嗯。那你要不要这个时候拿你的笔把它记录下来？你就给它画下来是吗？对啊。哎呀，我这个画画的水平，我都不好意思拿起我的笔。就很像你在抚摸它，只不过是用画笔。对。你还有插的吗？哇，你插了然后还要再画。因为他看到他有点蔫儿了。好像。Andrew还要插吗？可以啊。反正已经都剪了吧，把它用起来嘛。
Nice。错。你为什么看起来好像不太满意的样子？他的意思好难画。我觉得画太难看了。挺好吧？你画的超美好吗？这，他自己的要求跟标准很高，所以对，所以他喜欢那个山峰，那个求而不得的山峰，所以他就会选择 OK， 我画画不行，我差，忍了又忍，下了刀，最后，然后我就说你可以换一种方式记录他，然后你看你们俩插的花，我们俩统一的不喜欢五颜六色的，对。对，我觉得所有亲密关系也是这样，就是有一部分因为特别相似，所以才相吸。然后质地上你们也完全不同，你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质地，你其实在乎的是结构上的特别，他在乎的是触感。所以我感觉就是他特别渴望那种非常细腻的，在灵魂和身体上的这种。然后你可能要的是那种大的感觉。我觉得我们换一种方式让他们在一起，就是把所有的花瓣扯下来，然后把它摆出一个形状。你愿意吗 ？Sure, you want to? 然后剩下的就是他刚讲的。你好可爱，你分的。分的那个戏，你就是要分吗？你是不是觉得分的时候特别有这种逻辑性？他是做表格狂人，哇，他的一切都会在表格里出现。那你觉得你看见他重要吗？我看见他，因为刚才你说，每个人都渴望被看见，有一部分多少，特别是亲密关系中，都很渴望对方看见自己。我的朋友家人，我觉得。我认识的人对我的感觉跟评价很重要。对，我觉得只要做的是你自己愿意的事，这个事儿就是有意义，哪怕它是错的或者怎样的。你因为很多人会去总结曾经的自己，我觉得其实都是没有太大必要的。所以那我们就怀着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俩一起创作一个。好。你有想法吗？我刚才有一点想法，但是我也觉得有点，有一点点。这个当底吧。我们想法差不多，就这样。我们现在像做一个 pizza 一样，真的很像哎。菠菜放上去，这个什么香菇，这个芝士吧，这个芝士。这个是芝士，这个颜色我都有点刺眼，说实话，看着它也有点刺眼。那你们就只选你们觉得合适的。总得有一点颜色吧。哎，这个也不要吗？你都给它揪下来了。来都来了，来吧，芝麻。你披萨上还要芝麻？那东西方可以融合的。这俩是捣乱的。披萨太好吃了。真的好像个披萨。一旦定义了是披萨，心里舒服多了。这样，披萨。Okay, 披萨。多少分？多少分啊？100分满分的话。这不用什么分数吧？这就你欣赏它就好。艺术这些东西，你没有一个定义的一个评价的方式吗？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件事吗？把它捧着，然后一起到湖边。啊！把它弄散了。这很像人生啊。我是帮你在你那个你喜欢的那棵树吧。那棵树那也行。太好了，我们去见证这个时刻。哇，这棵树真的好像你们俩的性格，就特别的物质的，很自洽。我来吗？这样撒了，这样撒，你可以一把一把，也可以以你的方式。哇！太美了！哇，你们俩这样好美啊！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谢谢老师。藏在雪山脚下。